杜姐哦，刚刚那个一个群友他刚走，他跟我讲到哦，以前我那家高雄另外一家店馆怎么样怎么样，说真的，干一年后了，我现在越想越堵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之前那家店馆跟他股东了快六个月，他讲穿了他妈他就是没资源要资源，每天屁话一堆，操你妈的！哦，十点赶客人啦，干你娘是歪有诶无诶啦，你们足袂欢喜诶，对，付钱也袂伤势啦，还教我怎么样？哦，教我说，啊，跟厂商进货就是能压两个月就压，能压三个月。我说你这个是你们有钱人的方式，我是没有钱做生意，到我今天我就是货到能给现金我就给现金，不然我这个九年来哦，我就是这个哦，我脾气不好，但我信用他妈的好，有本事。有可以，哪怕是你马上下，我有钱我就赶快跟你结，哦，认识我的厂商都知道，我都不会超过一个月的票，能赶快给人我就赶快给人，这个是一个男人呐、啊，最基础的、啊。你他妈的干你娘！我沟通规工里面两个月、三个月，你妈七百，哦啊，当初说要开店也是跟哦我们的群友，我跟他讲说我想要来做的一个方式，他没有一个可以复合，所以这是我跟他说。离婚的不是他跟我离婚的，大家搞清楚，是我跟他离婚的，这个都不生气，干你你啊！但是我他妈今天最生气的是什么？一起弄了快半年，他妈的，我跟他分手了，你相信吗？红利有，每个月是有赚，赚多赚少，哪怕今天干你你啊，赚个10000块槟榔钱我也爽了，你知道吗？号称大老板好几亿的，连红利。连分红、连拆伙都没给我，我今天很庆幸，他妈的，一边干一边庆幸，几万块认识一个狗，绝对值得。什么狗？当，什么叫当？当你老七百了，当。大家好，我给你一个观念了，你老七百了，做人做事了，我宁愿跟一个做工的啦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的人在一起，我也不愿意跟一个每天号称有很多钱，他妈的七八毛。做事吼，干人家不清不楚的人在一起，他妈的这种人，干人家就只会坑人家，还要他干嘛？哦，我跟你讲，各位一定要相信我一句话，情愿跟做工的人，或者是跟一般的吼很实务的人在一起，也不要听那个号称几亿一来一去有没有信用的人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是给各位哦一个切身的痛，哦，也给各位一个警惕，哦，我银盆豆啊，来找我聊天，拜拜。